大家安静一点哦。不到十点，多十点多。那如果你当考试的时候，不睡觉了？做老师啊，你会做老师吗？对啊，他做完了。因为隔天来学校也很吵。你的招接诊所收看的，拜拜拜拜，好，下课了，我也回来了，拜拜。然后，反正我尽量不会熬夜，因为我熬夜隔天没办法来，就是会睡死。跟你妈妈一样，跟你妈妈一样，妈妈是熬夜隔天上身的。我想问你们怎么读弟弟房一样？弟弟的。弟弟不是分享过了。好，你在那一小时内都是像那个他一样把那个一天的课程当作主要作业写吗？写作业而已。写作业，然后也要考试拿出来读一读吧。如果段考前一天，你是每科都读还是国术？看哪一科自己比较，就是没有记那么熟，或是不太 OK。你哪一科不太 OK？ 考前的时候模仿吧，就模仿。那如果很多科不 OK， 那你要怎么办？睡不 OK 的呀？他没有一科不 OK。对，他没有一科。他没有这样问的。那你怎么会怎么都好？打什么时候？你都几点？到底都几点开始读书？九点，然后读到十点多。那九点以前呢？九点以前，看电视、吃饭、洗澡。他这样讲哎。哦。然后他为了要毕业才去看书。好啊，你说你有看电视，那我问你，市长倒数几天？市长选举吗？我没有在倒数三十天。看新闻，看新闻，看其他。三四还是三五？我忘记了。三三吗？彩虹。你都看卡了，22吗？不是，24，还是八？八七八，还是啊？海椒很好看。还没有看晒干净。作息，看完卡通然后呢？看完卡通吃早餐，上学写功课写到中午吃个饭，然后再看着电视，再看着电视之后再上去读书到3点吃饭，下午点上。晚上几点？晚上五点。晚上还会读吗？礼拜日晚上会读吗？如果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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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哎、欸，我觉得你这样生活作息不好、哦。你都没有运动，对不对？有几小时？玩完电脑之后，玩电脑，会被我爸抓出去打球。抓出去啊、哦！零射打。你说球这样打一球，球打一球，零射进球。那你写功课写补习班还是学校？学校的。你补习要补什么？那补习班怎么写？补习班作业就是写单词，因为你考试要背单词啊。那来，你来补什么？补英语可以，就跟地理是一个。是英语吗？啊，不是。水利大了。水利大了。